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陈明正牧师，很高兴今天再一次和大家分享《民数记》第21章的信息。在这一章的信息里面，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旗开得胜。在这一章，我们把它分为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21章的1到3节，讲到神的能力。以色列人至少在迦南地花7年的时间做征战的工作，所以在现在开始呢，上帝就训练他们在往这个亚他林的路上一路走的时候，他们就跟亚拉德王征战，并且得胜，彰显神的能力。那这个部分我们后面会再深入的探讨。第二个部分讲到神的恩典，讲到火蛇和铜蛇的故事。在第4节到第9节，上帝怎么样来恩待那些因着发怨言而倒闭的或者受伤的这些百姓，给他们一个拯救的方法。第三个，在10节到20节讲到神的美善。第四个，在21节到35节讲到神的胜利。我们总结在最后一段呢，我们就讲他们胜过3个王的故事。好，我们从头开始来看。我们发现在第4节到第9节神的恩典的部分呢，他们讲到旷野中以色列人，他们再一次的这一种烦躁或者是怨言。这个在第4节说到百姓因这怒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烦躁这个字呢，原来的意思是说到他们灵魂缩短，或者说 soul was shortened， 也就是意味着短的灵，讲到心中烦躁，不能控制自己脾气，无法保持自律，是一种彻底的沮丧。同时呢，情绪低落又不快乐，这是因为旷野的路甚是艰难。我们知道今天我们都是走很好的路，而且我们不会惜家带眷的走那些很难走的路，所以我们不了解以色列百姓在长期在旷野之后产生的那种因着单调而来的这种疲乏，或者是烦躁。这个字是来自这个地方，以至于他们在那里发怨言的时候呢，上帝就审判他们。这里呢，根据犹太人的传统，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之中最后和最坏的叛逆，也就是他们最后一次的特别的一次的叛逆。上帝就用蛇灾来惩罚他们，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可怕的咒诅。第1节到第3节，他们才刚刚打了多少年来的第一次很棒的胜仗，可是我们常常很容易赢得战斗，却失去胜利。我们常常在胜利的高峰就跌落下来，我们常常在得胜之后，我们就尝到最大的失败。以色列百姓在这个地方就是虽然得胜，可是心灵却陷入极度的沮丧。旷野的路非常艰难，在旅途上的人如果没有信心，没有忍耐和喜乐，就格外难行。以色列人在旷野也是一样，他们照神的吩咐绕道经过以东地，这一条路是一条曲折又艰难的道路。他们过去被以东王还有亚拉德王拒绝，又失去了大祭司亚伦还有米利暗，那么所以心里面充满了苦毒，埋怨没有日用的食物和水的供应，只有玛纳这个淡薄的食物。什么叫淡薄的食物呢？如果我们来看，他们说在这个第5节这里说，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
或者是有人翻译成为聊胜于无的面包。你知道，我们尤其吃饭吃菜口味很重的人，像我最喜欢吃葱爆牛肉，你吃到那个淡薄的食物吃久了好像会没有力量。我记得我去年在新加坡才12天，我到最后到处想去买酱油。我在欧洲一个月，我吃到最后我一直想吃酱油。那么我们的心，我们的胃口会养成一种习惯，如果我们口味比较重的时候，那么我们吃不惯清淡的食物。如果我们吃久了清淡的食物，我们会觉得非常的厌恶，这个是好像是人之常情。但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却厌恶玛纳的时候，其实是代表他们对神的恩典和旨意表示轻蔑，表示轻蔑。这一个轻蔑或者是轻视就让上帝非常的愤怒，因为他们总是遇到困难就不知道要仰望神，他们就忘记上帝给他们的一切恩典，包含这个玛纳，好像千不好万不好都是上帝要引他们出埃及这件事情做错了一样啊。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感恩的时刻。你知道，一个没有感恩的人，不知道感恩的人，他从来不会有好的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也不会有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感恩的态度是我们生命中的毒瘤。而以色列百姓到了第40年，都已经到了摩押的，到了迦南地的对面，他们还是活在不感恩、抱怨，而且抱怨赐恩给他们的上帝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我们究其根本是什么呢？就他们失去了喜乐的心，失去了爱神的心。有爱，很多的困难可以跨越；有喜乐，很多的软弱可以胜过。所以圣经里面说，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尼托生弟兄有一本书叫做《旷野的筵席》，因为我们今天所经过的世界就是在神眼中的一个旷野。如果我们要经过的是这么大而可怕的一个旷野，我们就要清尝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的宴席，我们才天天有力量可以经过这可怕的旷野，而且呢才会心中有喜乐。我们就不会觉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食物是淡薄、没有价值、聊胜于无的，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这个是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他们的发出的呼声和怨言，所以上帝就惩罚他们，因为他们这样的表现不但不感恩，而且好像根本没有上帝的感觉。所以这一次呢，上帝惩罚的形式是让他们被火蛇咬死。什么是火蛇呢？并不是指着它的形状像火一样，而是指着蛇的毒液进入身体的里面的时候，你的身体好像被火烧着一样，很不舒服，疼痛难当。好，不过这一次呢，以色列人的表现是40年来的第一次，也就是他们很快的承认自己的错误。第7节，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度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哇，这是40年来第一次真诚的承认自己的过错，而且不但是向耶和华，也向摩西承认他们的过错。在痛苦危难之中，人最容易想起上帝，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同时也想起自己的罪来。神就采用了一种意想不到的火蛇解毒法，也是唯一的拯救法，不是用毒蛇液制成的血清，也不是用别的方法，而是一条人造的铜蛇高挂在杆子的上面。中毒的人呢，只需看他一眼便立即康复，并且以后就免疫啊，所以是一个很有效的这个拯救的方法。看起来是不合理，很多人会想说，怎么可能，我头往上看一看，我的病毒，
我身体里面的毒液就解除掉呢？就不再痛苦。但是呢，这是上帝所预备的一个方法，其实也是讲到我们今天罪的结局就是死。神为我们所立的唯一的救法就是被相信被挂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的耶稣基督，他被钉死在那个地方，那么受了咒诅，可是呢他却为我们受了咒诅的时候为我们预备了祝福，他为我们尝尽了苦悲，我们却得以享受他为我们预备丰盛的宴席。所以他有了罪人的样式，可是没有罪，所以他可以代替我们所有人的罪。在约翰福音第三章14节到16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很特别的拯救。但是我们要再来看一下这一段圣经和20章，我们上一次讲到的20章领袖的失败，那21章讲到百姓的失败和得救。所以在20章的第一节讲到不祥的开端，就是米利暗死亡。21章第四节不祥的开端就是艰苦绕路。以后呢，20章第二节到第六节百姓为水抱怨，领袖悖逆神，第9节到11节，然后神就赐下水。以后12节到13节领袖被惩罚。21章呢，百姓与水为食物抱怨，悖逆被惩罚，神医治赐下水。20章有三个挫折，以东的阻挡，还有哀悼亚伦，还有迦南人的阻挡。可是21章有三个胜利，西宏、亚谢和巴山王噩。这个是 Milgrom， 就是民数记最有名的一个犹太解经家，他所列出来的一个表格。从他的结构来看呢，看见这一段的主题是神是公义之中有怜悯，神虽然有公义的审判，可是却有丰盛的怜悯。我们要说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立铜蛇呢？因为摩西所造的铜蛇以后造成了以色列人在宗教信仰上的困惑和异端。在西西家王的时代，他成为以色列人烧香膜拜的偶像，所以当西西家王领导的复兴的时候就把这个铜蛇给捣碎。问题是神既知如此，何必当初？神为何不就直接医治那些被火蛇所咬的百姓，却要如此麻烦透过铜蛇来医治呢？犹太教有一个看法，就是 Milgrom 所提出来的，就是神如此做是为了要试验以色列人的顺服，只有那些遵守他吩咐仰望铜蛇的人方得医治。因为我们认为不可能用这样的方法来医治嘛，简直是异想天开，天方夜谭。可是上帝呢，就用这样的方法。许多人也想，怎么可能信耶稣就得到天上地上所有一切的福气，今生到来世所有的福气都赐给我们。很多人不可能接受，为什么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只要相信就可以得着？事实上千千万万圣徒的见证都告诉我们，真的我们顺服上帝我们预备的救法和上帝的话语，我们就得到难以形容通天的平安。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3章14节到15节就用他的权威解释了，就是用铜蛇是来预表耶稣的十架救恩。我们要来看一看，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做 Wenham， 他说到一个反转的原则，就是在旧约牺牲或洁净的礼仪条例中间有一个反转的原则，就是 inversion。 所谓反转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平常导致污秽或者带来罪恶的行为与事物，在仪式中却有相反的效果，带来除罪与洁净的
功效。畜生被宰杀，使有罪当死的人得活。平常流血使人不洁净，但在仪式中的洒血却使人与物成为圣洁。母牛被宰杀后烧成的灰，使得因沾染死尸的不洁净的人得以洁净。这样的一个原则也适用在火蛇铜蛇的事件。火蛇咬人，死人死亡，在神所设立的仪式中反转成为铜蛇，使人望而得活。好，很特别的，这个反转的原则用在十字架上就达到极致。在犹太律法中，挂在木头上的人乃是被神咒诅的，而在罗马的法律之中，十字架的刑罚只用在最大恶极的罪犯，但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却反使我们得以逃脱因我们的罪所遭致的神的咒诅。羞辱的十字架刑具反成了神儿女的荣耀，这是一个极大的反差，或者说是一个似非而是的真理啊，非常特别。有人说，什么叫似非而是呢？什么叫做 paradoxy 呢？就是当你转一个弯，就看到另外一幅景象。这里也是一样，你明明看到的是蛇，可是它带来的是拯救。好，所以另外还有一个，在各种祭礼之中，献祭的人必须按手在祭牲的头上。在洁净的仪式之中，洁净的水要洒在求洁净的人身上，所以接触是礼仪产生效果的要件。在火蛇铜蛇的事件中间，这一个接触的原则是用眼睛的仰望这样的形式来出现，只有那些仰望铜蛇的才得了医治。好，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也看见，人是悖逆的，但神是信实的。火蛇铜蛇事件是民数记中间百姓一系列抱怨神、悖逆神事件中的一件，你也可以说是旷野传统或者是怨言传统中间最后的一个这个闭幕的事件。好，以色列我们从以色列民族整个旷野经验的大结构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故事的发展有循环性，就是犯罪，然后有惩罚，最后有恩典，不断的重复循环发生。人的罪性驱使人不断犯罪，神慈爱信实的本性却使他不断的施恩拯救，于是成了历史的重复循环。历史的重复循环也带出了救恩历史中间的预表性。摩西与祭司代表了神对以色列圣洁的理想，也预表了唯一能成全这圣洁理想的耶稣基督。而抱怨悖逆的以色列领袖和百姓却预表了新约世代中历世历代教会与领袖可悲的表现。可是在重复循环之中，我们却有新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复活的能力与得胜，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不再犯罪。纵然偶尔被过犯所胜，因着耶稣所成就的救赎，我们的得救仍然是有把握。最后呢，耶稣的再来会带来新的国度、新天新地，使天国完全实现在我们中间。这个是我们在这里看到非常奇妙的事情。在21章10节到20节，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继续的起行，他们不再抱怨，他们不再烦躁，他们不再沮丧，他们行到了比尔。第16节，从前耶和华父摩西说，召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说的就是这井。当时以色列人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好，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红海的边上唱过一次歌之后，到这个时候已经隔了40年，这一次以色列人没有埋怨，反而唱起歌来。40年来的第一次，他们唱的是水井之歌，
井啊，涌上水来。我们看一看，玛纳代表什么？代表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蛇代表什么？代表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水代表什么？代表主耶稣的升天。涌出代表什么？代表圣灵和圣灵的工作。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神的美善在以色列百姓的生命里面反射出来。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岂不也应当这样吗？也应当让上帝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涌流出来。我们应该常常这样祷告，我心中的井啊，涌出那个活水来，让那个塞住活水泉源所有的污秽和垃圾能够除去，让喜乐洁净的活水天天涌流不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最后我们要来看21章的21节到35节，讲到神的胜利。以色列人准备进入迦南，就开始连败三王。第一个王就在1节到3节，他们战胜了亚拉德王。那么神的吩咐是让他们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诚意进行毁灭，那个地方的名字便叫荷尔玛。荷尔玛翻出来就是毁灭的意思，进行毁灭，也就是说那个是要属于神的。有人说这是圣战里面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含义。第二个呢是战胜亚摩利王西宏，好，在第21节以后呢又战胜了巴山王噩。我刚才说过，以色列人他们将来会有7年在迦南地很大的征战，在这里呢他们所做的是一个练习，上帝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开始得胜。那这里所要求的就是圣战，而这个圣战呢有几个特色。好，第一个特色呢就是应验对族长们的应许。第二个呢是审判异族迦南人，那个不是随便的审判，等他们罪贯满盈的时候，上帝就借着以色列人的手把他们进行毁灭，好让他们那种罪恶那一种蔓延的状况能够被遏制，让土地人社会文化不会受到继续的污染，让上帝可以不断的祝福住在迦南地上的以色列百姓。好，这个是在这个地方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这里呢上帝也允许他们胜过这几个王，其实上帝已经准许已经允诺把约旦河东也赐给他们，这个是上帝在这个地方所做的一个给他们的恩典，给他们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上帝给他们的迦南地是让他们能够专心在这个迦南地里面不断的能够得胜，不断的能够侍奉，存着单纯的心来跟随上帝。我们今天不讲到这个巴山王噩或者是亚摩利王西宏的故事，但是我们知道神在这个地方来恩待他们，让以色列百姓胜过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心就越来越有把握。我们看见旧的一代，不管是米利暗、亚伦和所有旧的一代都过去了，目前只有约书亚和加勒活着，还有摩西在最后的时间里面还活着，可是新的一代已经开始起来经历得胜，那么神的恩典在他们中间越来越多。好，我们看见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到了以后我们就看见他们继续依靠神，有一天就进入迦南地，在那边胜了仇敌，并且胜了还要再胜。我们做一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发现以色列百姓过去仍然有失败，过去仍然有沮丧埋怨或者是灰心或者是背叛，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把这一切都要交托给上帝。奥古斯丁曾经说一句话，把过去交托于神的怜悯，把现在交托于神的大爱，把未来交托于神的保护。我想这是以色列百姓和摩西心中
今天的写照。我们求上帝来帮助我们也做这样的抉择和祷告。第二个就是发现以色列百姓开始有真诚认罪的生命，我们也应该学会这样的态度。我们会犯错，但是我们应该立刻真诚的认罪，带着忧伤痛悔的心弃绝己罪归向基督。永远不要太早放弃，也不要放弃我们的希望。第三个我们应该学会的是天天单独会主，以神的话语为我们生命的满足。千般美味不如羊的草，不如上帝所赐的玛纳。神所赐的玛纳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满足。我们求上帝赐福。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